联科辩论后呢，不少人都质疑公民提问有没有做球护航。今天呢，当事人提问代表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彭景鹏就说呢，自己的题目是一修再修，绝对没有泄题。可是因为也没有否认连振英有先询问过他，所以呢，柯文哲就说，其实辩论像考试，泄题就是不对。帅啊，老公没来。台北市长选举的第一场辩论虽然已经结束，不过后续争议不断，因为辩论当天由连胜文阵营推荐的公民提问代表疑似泄题，当事人台湾经济论坛理事长彭景鹏出面澄清，就是问说你要想要问什么题目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那你怎么回答他们？就说你要回答问什么？这不用问啊，我一定是问台湾竞争力论坛台湾竞争力有相关的问题，就这样子。我的问题是一再修改，修改到柯P在提出 opening remarks 的时候 opening statement 一开场白完了以后，那我才修改到最后定版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泄题的一个问题。彭景鹏强调外界的指控都是子虚乌有，根本没有泄题，不过柯文哲还是痛批对手就是作弊。这个辩论本来就应该是类似考试嘛，大家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去考试嘛，所以这种泄题的等于哈串供，你知道这本来就不对的。我想这个本来就很清楚这是不对的，所以今天只是彭景鹏跑出来讲，我心里面在想的是，其他两个还不是一样。对公民代表失去信心，恐怕将影响连科下一场辩论。不过随着选战进入倒数，立法院在这个时候三读通过陈佩琪条款，未来夫人可以公开帮忙助选柯文哲，表示欣慰。通常公布到什么？到公告是还有时间的，我不晓得。他现在通过嘛，然后选完他就会公告。好，预计是这样。我想是这样的，这国家就是逐渐的往前进步了。我倒觉得有时候不见得说我们一定要用到，你知道，就是说把规则讲清楚，到底行不行？嘴里说不一定会用到，暗指夫人牌先按兵不动。选战倒数18天，柯阵营30支柯P新政也全部完成，每颗螺丝都要锁紧，全力应战下一步攻防。 UDN TV 胡景春、刘玉轩、沈永佩台北报道。